明哥。这个有难度，你小心裤子，杨帆。什么意思？你最近在外面又闯祸了？有多少英雄跟他无关。来把你惊讶，准备一枚9999纯金奖牌送给那些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梦想充满9999信心的朋友。每期节目我们都有黄金大奖要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测谁会成为本场的黄金选手，预测正确的话将会获得我们送给你们的黄金大奖。我们两片绿叶已经各就各位，好，我们期待着今天有耀眼的选手登台。来，第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一条汉，我叫周静桥。我热爱的运动是一项充满阳刚气的运动，我经过千百次的锤炼、摔打，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们精子是怎样炼成的。掌声有请周俊桥，掌声有请。嗨，张哥，张哥。你刚才那片里边看你又练又弄，你是什么运动员呢？猜猜，给范哥个机会猜猜。看看这肱二头肌，举重没问题。他的身高应该不适合举重，他个儿挺高的。哦，看这腹肌，看。柔道。哎，有点接近了。你用一个动作，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猜一猜，好不好？好。好。这个是我们那个就是这项运动的一个基本功，算是就是说，这打滚要想摔人之前，先得把自己练结实了。啊，你练的是摔跤项目？是，古典式摔跤。什么叫古典式？古典式摔跤就是说，奥运会上叫国际式摔跤，国际式摔跤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式摔跤，一种是古典式摔跤。然后这个自由式跟古典式有什么区别呢？嗯，自由式呢就是我给示范一下，你跟他自由一下，简单的来一下。帆哥，我在展示之前先问你一个事儿啊，上全险了吗？你看他把重任交给我，我就负责保管话筒，你的话筒我也帮你收着，这是公家的。
错不错。我们正常抱起来的时候就往后撇。他就你几岁开始练的？我是14岁开始练。你今年？我今年是21岁。我们稍微比较喜欢体育的朋友都知道，你练的这个项目他已经被奥组委给取消了。是奥运会取消这个项目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怎么说呢，多少也比较不好意思啊，比较失落。而且我还有很多那个很多师兄师姐，他们都已经被选到国家队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拿奥运会冠军。但是谢谢大家。别难过。你现在还在训练？没有，我现在由于就是身上伤比较多，然后现在我去上大学了。这个决定很好。是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还是希望奥组委能把摔跤这项目重新拉回赛场上。要不真的，反正今天奥组委是拉不回来，帆哥让你再摔一回，你看怎么样？你能高兴一点吗？我说说而已。虽然我们不能给你奥运会的金牌，但我们黄金100秒也有9999纯金奖。是，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那块金牌。我既然在奥运会上拿不到金牌，我今天一定要站在黄金100秒的舞台上拿到这块金牌。谢谢大家支持。好样的。来，周俊桥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计时开始，加油。哇，梦想，我们常对静桥这样说。我相信你能够寻找到新的目标、新的奖牌，并且把它握在手中。继续加油！这里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王真。掌声有请。哇，这妹子可真实在啊。还有一下抓一把的，你看你。
我特别特别感动，他还知道给我们留俩，谢谢你。我用我的手给你卡着的。一直是这么卡着的。抢的太疯狂了。很好吃，有水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枣庄，山东枣庄乙城阴平镇贺庄村的王真。我不是卖荔枝肉饼的吗？人都喊我肉饼妹。肉饼妹。还长了一张肉饼脸。性格特别好。你喜欢唱歌？对。最喜欢谁？我喜欢周杰伦。周杰伦啊，周杰伦的歌你会唱吗？还跳吧。可以啊。快使用身体灌，哈哈哈嘿！快使用身体灌，说来就来啊，哈哈嘿！这时代练太极，风生水起。谢谢。收的更快啊！那你的观众是谁？你唱给谁听呢？我一般都是唱给俺对象听。对象来了吗？来了。嗨，嗨，来有请嘛。哎，你看小朋友也不怯场啊，来跟大家挥挥手。你好，小伙子。嘿，叫什么名字？张安雅。什么啊？哎呀，什么名字？正宗的枣庄话，合唱响。合唱响，这名就能看出爸爸妈妈的心愿啊。对，唱响。唱响。哎，你会唱歌吗？会。你会唱什么歌啊？好运来。来两句。来两句好不好？好运来，愿你好运来，好运来，愿你喜和爱。这是摇篮曲版的好运来。他都天天听我搁家里唱，我搁家里一唱他都跟着学。哦，老公说两句，喜欢听媳妇儿唱歌吗？我非常支持他，就是俺是农村的，农村人，就是家里呢也非常穷，就是来人家就是在俺那说呢，就是说我把这棒子呢都打了卖了，是吧？当路费来支持老婆，希望你老婆加油。好呀，好老公。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一下啊，这个山东之前现在已经出了一个叫草帽姐，对不对？后来草帽姐火了之后，老公就沦为幕后了，在家做饭、洗碗、带孩子。你也想这样吗？你别说，那你草帽姐红了之后，她男人才那么好的。我现在没红，俺老公对我都可好了。哎呦，俺老公在家呢，刷碗、炒菜、洗衣服、看孩子，我就是卖荔枝肉饼挣的钱，我主外他主内，天天烧饭给我吃，可好了。真的，真的，我炒的菜可好吃了。来，一家人都来到我们黄金百秒的舞台了，大声跟着哎教教儿子。是金子抖威娃娃。请登上黄金舞台。我们期待着感受你的才华，我们更期待着分享你的幸福。谢谢儿子。下面哥说的真好。我收到。希望朋友们能支持我，谢谢。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加油。哇，马特他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什么阻挡着未来？Day and night。
过瘾吗？过瘾。等那个腿亮了，我吓得我慢慢走嘞。我替你抱着咱宝贝儿。杜妈的。哎，你闭上眼睛，闭上眼睛。睁开眼睛。妈妈戴项链好不好看？大点声吧，好不好看？想不想看？哦，你笑什么？笑什么？刘姐，我们家是农村的，特别穷。当时呀，我俩结婚的时候也没有能给我老婆买上项链啊。我非常感谢这个节目啊，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啊。你的意思是？连个耳钉子都没买，我都带着塑料的。真的啊？带了1块钱一对的。但是依然很漂亮，没事，我们最后的那块金牌有50克。谢谢。来，掌声送给肉饼妹全家。小宝贝，再见！祝福肉饼妹全家。这里是黄金100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米兰和殷小维。你好，欢迎二位。你看这个非洲姑娘一来啊，我们的现场就特别特别的热情。没错，刚才那个哇咔哇咔，她英语，然后她应该有很多非洲的俚语。哇咔哇咔的话是南非的，比如说他们要唱的，那这是怎么走？你 biki biki ma ma from this to what？ 那是哇咔哇咔嘛哎哎，哇咔哇咔嘛哎哎，真的是在马丁布给，那是在沙非卡。什么意思？听不懂。听不懂你唱了半天啊！我们那边因为那边是南非，我们是西非。我们比如说要说你好吗？会说 HC。HC。对，然后我很好，哎呀。哎呀，哎呀，跟东北差不多呀。哎呀，哎呀，哎呀，老乡啊！米兰来自哪个国家？我来自加纳，西非。加纳，来中国多久了？快5年了。快5年了。对。殷小维来自哪个国家？我来自伟大的中国。你们俩是搭档、同事还是闺蜜？闺蜜，闺蜜。为啥是闺蜜？不，那你们是要把他一直当哥们儿？什么缘分认识的？是通过一个朋友的生日 party 认识。生日 party。 对，然后他们都说啊，有一个男的坐在里面，然后他长得又帅，然后说英语超棒。我说哪里哪里，不可能。然后他站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用英文给我对话，我就自然都脸红了，但是还可惜看不出来。你来很可爱啊。你知道我们栏目组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位号称亚非拉舞王的人吗？向左转。不是说我呢。真的吗？那好吧，那是这样，我们先 PK 一下。我感受一下，好吧。好，先来点基础的啊。哇，我是从事亚非拉舞蹈的理论体系的研究，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吧？你想逃跑，然后我来到中国学了最专业就是抓到逃跑的人，你过来。掌声送给杨帆。然后下一个是比较难的，你必须放开。七走。这个有难度。
你小心裤子，杨帆。对颈椎特别好，所以我们就非洲人都没有颈椎病。哎呀，好啊，有机会要多跳一跳，我觉得强身健体。来中国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中国人跟加纳人区别大吗？中国跟加纳人区别其实是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示范一下，中国这边就是小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洗澡呀，给他们按摩的方式跟非洲有什么不同的？为什么中国人跟非洲人的身材不一样？哦，就是胳膊腿长，这个非洲人是跟从小有关系。佳明哥，你能先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你女儿小时候你怎么抱？肯定，因为她像，如果真这么小，肯定是要对，是要拖，一般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要拖着，一定是拖着她的这个颈啊。非洲怎么抱小宝宝？比如说我们那边是给他洗澡的时候，把他放在腿下，然后洗完澡摸身上摸个东西，所以非洲人的皮肤都比较光，然后摸完了以后是这样子的，把他抬起来，这样的甩一下，那样甩一下，这样甩一下，那样甩一下，再把他抬起来。好抬。这就是非洲朋友他们的手和脚比我们长的原因，对，就给抻长了。两个人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给大家带来一个算是精彩一点的表演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因为我不想，我在中国，所以必须谦虚一点，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们。米兰，来，好，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送给你们，计时开始，加油。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扯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找到世界。我喜欢你，别放弃，继续练习。我相信爱情，就撒娇就全心全意。我相信爱情，就撒娇竭全心全力。 I want it, you like it。这个礼物呢，来这边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送给谁，就会送给他的妈妈。其实他在中国因为没有亲人，所以就一直拿我包括我的家人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谢谢中国给我那么好的一个哥哥，谢谢大家。谢谢。好，加油，掌声送给你们。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拜拜，拜拜。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
掌声有请魏小雄。哇哦！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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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淑华，这么多年没有见，你还是这么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在夕阳下散步？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我当然记得，我是舒环嘛，对吧，亚蛋？舒环，你是病了吗？我是依萍啊。啊，依萍啊。对呀、啊。我以为鸭蛋呢。说啥呢？真整场子，多好的一出戏，被你这给……我吧，就是看过的这些影视作品，经典的太多了啊、哦。你现在是学生？对，今年刚刚毕业。哦，学什么专业？学影视表演的。哦，怪不得很入戏啊、哦！你看今天他的打扮，包括他那个温文尔雅，很有古典美，真的很适合这个经典的琼瑶剧里面的角色。是吗？其实杨帆哥哥，刚才是整岔劈了。其实我也很适合演琼瑶剧的男主角。但是我感觉好像不是很适合。他挺好的。因为我们学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我会开车，啊，他也是司机，对，你能不能跟他演个对手戏？杨帆哥哥擅长演喜剧，你们俩来对决一下。杨帆，你演喜剧，如果你让贝枭雄先笑，你赢；但是如果他看着你，他的眼泪先流下来，你输。就是我一个在笑，你是喜剧，我在笑，他在哭。你说这个导演厉害，春晚怎么没请你当总导演？试一下，走你。像离别的车站，我终于不停地呼唤呼唤，眼看你的车子越走越远，我的心一片凌乱凌乱。千言万语换来不及说，我的生命在你的本来我最开始要逗他嘛，然后我看人家哭那么认真，我就觉得自己好无聊，你知道吗？你自己比较擅长哪方面的角色塑造？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是演一些比较类似大青衣的角色。哦。嗯，然后等毕业之后呢，你的特点就会被无限的放大，然后就演一些小花旦的角色。初生牛犊不怕虎。嗯。征服我们的黄金舞台，好吧？好。来，枭雄，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贝枭雄！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到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水马如龙，请问黄风引离弃，美人如玉剑如虹，啊情深深雨蒙蒙，世界只在你眼中，相逢不忘为何匆匆，山山水水几万重，一曲高歌千行泪，情在回肠荡气中，啊情深深雨蒙蒙，天也无尽地无穷，高楼黄河情有独钟，盼过春夏和秋冬，盼来盼去盼不尽天涯。
你有什么话要对依萍说？依萍，哥哥总下去，习惯就好了，下次再来呗。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听说黄金一百秒的主持人会过不少英雄豪杰，我们师兄弟是用苦练少林功夫，今天特来拜山，好扰了。掌声有请北武折翼功夫团。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怎么个意思？你最近在外面又闯祸了？跟他无关。你们有本事一个一个来，有本事拿着话筒跟我说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来头不小，上来就围攻主持人，我看看有什么真本领。少林童子功，这个劈腿太疼，换一个。这个玻璃我怕受不了，换一个。行啊，小心。哇，这个好，这个客气。那说明各位这个真功夫一亮都是习武之人啊。对对对，我们大师兄是谁？他多少？今年多少岁？23岁。叫什么名字？叫王英玲。习武多久？习武6年。6年啊。最小的师弟，自我介绍。16啊。叫什么名字？周家豪。谁的倡议组成这样一个叫北武折翼功夫团？是我们师父创造的。为什么叫北武得意呢？因为我们就是入行的有一句行话叫习武之前先修德再从艺。就先练武德然后再练武术。那你们今天来黄金一百秒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节目？因为我们也有梦想，就是每当看到像杨帆哥一样站在上面唱歌呀，高大威猛英俊潇洒，所以说我的梦想就是我也想站在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让所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表演而为我们鼓掌。谢谢大家。一群年轻小伙，我真的有你说的那么优秀吗？谢谢谢谢，加油。来，大声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亮。哇，请登上黄金舞台，加油。100秒计时开始。哇，
成功，祝贺北舞得意。这个有功夫的人庆祝都跟我们不一样啊！来，小伙子，小伙子，你们真的不是一般的优秀。师傅编造的，编排的，不是编造的。师傅来现场了吗？来了。来，我把这个礼物送给师傅。来，有请师傅来。师傅还挺帅的。哇，师傅很帅气。你好，你好。起来，师傅，请接受我们这个小礼物。师傅是专门学编舞吗？以前没有，武术出身。我们想超越我们的武术，以现代的舞蹈结合，然后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了解跟那个喜欢。非常棒，你们的结合几乎完美。谢谢，来，掌声送给你们。谢谢，来休息一下。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区公安局望江派出所，我是一名基层民警，谢谢大家。欢迎亚楠，从警多少年了？参加公安工作两年的时间。两年时间，你是哪里人？我家是山东的，山东聊城。哦，山东姑娘。对。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分到重庆。对。站在他的身边，我不自觉的很忐忑，总感觉像犯了错误一样。如果遇到这样的身材的，你这个瘦弱的，那你这种体型可以制服我这样的好人吗？好人我从来都不制服，但是如果说遇见坏人的话就不一定喽。把刚偷的钱包拿出来。实在是多的包涵。不疼，你跟那个摔跤的比起来轻多了。工作之余有什么爱好？其实在生活中呢，我是一个喜欢唱歌、喜欢听音乐、喜欢看偶像剧的一个女孩。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我们人民警察给大家留下的这个是非常庄重、非常严肃的这么一个形象，它是工作必须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对于警察确实像你所说的传统的职业会觉得是严肃啊，但是真的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展示你们有魅力的生活的那一面。没错。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我能说一下吗？没问题。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报名呢，我最大的动力是我的姥姥。大家都知道我是山东人，参加工作以后呢就来到了重庆，然后呢自从参加工作以后，这两年的春节我都没有机会回家陪姥姥过春节。姥姥今年70多岁了，她一直，我是上高中之前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所以我今天走到这个舞台，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让姥姥看到我，能够为我感到骄傲和高兴。特别的对姥姥有什么话说？姥姥正在看电视。我希望您能够放心，好好养好身体，因为您看到我现在，应该对我非常非常的骄傲。姥姥多保重，我假期的时候回去看您。来，你是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女警官，黄金舞台属于你。好，谢谢。好吧，来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加油！李亚楠，请登上黄金舞台。因为我是警察，但是呢我也爱武装，同样也爱红装，我特别想像这些选手一样穿上漂亮的演出服。请问大家能不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换一下衣服？没问题。谢谢。没问题。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女警官已经换上了演出服，非常的漂亮，希望您享受接下来的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就和小小的礼物送给你。刚才舞台上的一百秒是什么样的感受？今天站到有这么多观众的舞台上，然后所有的灯光都齐刷刷的对着我一个人，我觉得特别特别幸福，真的真的，嘉明哥，谢谢，加油，再见，谢谢大家。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工作之余能够来到我们的黄金舞台展示你的魅力，就像我们刚才这位漂亮的女警官，非常非常的优秀。没错，黄金一百秒舞台欢迎你。来，我们擦亮眼睛寻找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都说做什么要什么，我希望家家都能安上电脑，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二来啊还能让雾霾啊 PM2.5 啊少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低碳环保的队伍中。掌声有请李瑞。哇哦，你好李瑞。江明哥好。你好杨康老师好。是那个安装维修太阳能的，我挺佩服你选择这个工作。你多少斤呢？爬上工作偷懒了吗？我这个我的体重啊，那个在我14岁的时候啊，我的体重是140斤，在16岁的时候是160斤，在18岁的时候是180斤，等长到22岁的时候就是220斤了。现在呢？我现在33岁，还是220斤。哎，那不错，那进步了，保持住了，那厉害。现在。那个一口气上6楼，哎，腰不酸腿不痛，走路还有劲儿，我还能在楼顶上开一场演唱会。这个楼质量不错。在楼顶上开演唱会，每天的工作吧，就爬到楼顶上去修太阳能，也没有观众，就面对着太阳能唱。哦好，都会唱什么歌呢？我非常喜欢蒋大为老师的歌曲，我的工友还送我一个外号呢，叫楼顶上的蒋大为。楼顶上的蒋大为，这样的歌声会传得很远。是的，希望把这份快乐送给大家。来，请说说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加油！李瑞，请登上黄金舞台。楼顶上的蒋大为。100秒计时开始。金项链，好，谢谢黄金一百秒节目，好，谢谢大家，好，谢谢，掌声送给李瑞，休息一下。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
声有请袁艳玲。好可爱的香妹子，刚才小片当中你说你有一个事情很苦恼，是我的，不要说，哥哥是过来人，我都懂，肯定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喜欢的男孩子，然后可能家里边有人不同意，不要管他们怎么想，勇敢的追下去。哎呀，不是的，不是关于爱情的，是关于我的事业的。啊，那算十九岁你就已经有事业了。我从小就非常的热爱音乐，但是呢就是我家里父母就是不是很支持。我那话换到这儿行，你肯定是有自己要追求的事业，家里人不是很同意，不要在乎他们的眼光，执着地追下去。我喜欢你改正错误的勇气。为什么家人要反对？就是我父母，然后他们觉得就是我走这一条路然后不靠谱。很多父母他会有一个传统的眼光，觉得文艺这个行业是不稳定的，对，他们希望你有个稳定的工作。对，他们希望我回去，然后希望你回去，言下之意就是你现在在，我现在在北京，我已经来了两年了。然后你来北京是，当然你来北京是读书吧，应该。嗯，是的。你是学音乐？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哦，所以你是报考了一所北京的音乐的学校来学习。你说你今天有一个，请大家帮你做一个决定。是的。什么决定？我就觉得我这个梦想我是不是走错了，真的，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坚持错了。这两年在北京是不是吃了不少苦头？是的。所以你现在是有一点点，我就觉得还是有点想父母了，因为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说怎么样，说我回去。那你今天需要我们包括现场的朋友帮你做什么呢？现场的所有观众们就是检验一下我的实力，然后告诉我就是我能不能走这条路。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你不是在为自己拉票，不是说祈求现场的朋友一定要支持我，而是要客观公正地评价你，没错，究竟适不适合音乐这条道路。是的，如果我今天战斗了100秒，我就会继续坚持我的这个梦想，如果我失败了的话，那就让猪八戒背我回家吧。你倒是想挺省路费的。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来，最投入最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口号，我相信这也是你心中的信念。是金子总会发光，加油。我们只能说袁艳玲祝福你，黄金100秒计时开始，加油。
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离去。我觉得站在他十九岁的这样一个阶段，我反而要谢谢现场观众，你们的投票是很理性的。回去反复看这段录影吧，你应该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这里是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掌声有请慕容浩辰。哇哦，这位大侠你好。杨公子有礼。慕容公子有礼了。李公子你好。这个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说这个是当年燕国，哦，这个慕容是大姓。燕国的启蒙人就是说咱们的建国人，就是姓复姓慕容，后来也有简化成姓慕的，取了一个这样的。还有姓容的，对，容嬷嬷吗？有。但这个慕容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很多大侠都叫慕容嘛。对啊，比如说咱们大家最熟悉的慕容复，我家的。我认识慕容小小。啊，那我姐。当初是你要分开，分开就分开。那你今天这一身打扮应该专业的哟。我是做一个舞蹈替身的。舞蹈替身。对，舞蹈替身。做我们这一行有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一定的舞蹈功底。第二呢，还有我有的别人没有的，就是我这个美人背。哎呦，也就是说，你经常在影视剧里面，如果女主角要有一段舞蹈的时候，对，那么只要不露脸的时候，对，那段舞蹈都是你来表演。就是我们看起来本来挺好看，女主角那后背。都是你的，很多都是我的。你找个女的替不行吗？曾经比如说有一戏需要替水秀舞，我经过很久的努力，去打败了很多女孩子，当了女主角，也就是武则天秘史上官婉儿的舞替。哇！替她跳了一段水秀舞，今天正好我也带来了，来我们上个道具，让两位也试一试好不好？教两位几个简单的动作啊，这样，抬起。上右脚甩出去，哎对，甩出去，来啊，起收，咱们这回先要两个手，哎好好好，马上就有，别急，我怕你做不来多丢人，看你做一遍啊，同时甩完了之后收右手，好，嘉宾哥收起收，哎来啊，咱们再提高难度，大家看我做一遍啊，两位有请。嘉明哥，你为什么就能够跳出厨师的感觉呢？来，谢谢。你现在是职业的舞蹈替身。其实我是学音乐表演的，我可以用我的专业去挣钱，但是为了舞蹈这个梦想，我很努力，一直想做给大家看，做给家里人看。家人理解你这个职业吗？不理解，因为就是我姥姥是非常反对的，她说你一个男孩子学女孩子的舞蹈啊，做的那么柔，但是不管姥姥怎么的，就是不去支持我，我也要证明给姥姥看我是最棒的，我在舞蹈的这一行，我能走出我自己的天地。雄心壮志，来，慕容公子，从挑战我们的黄金舞台开始吧。来，请说出我们的口号。是金子总会发光，请登上黄金舞台。慕容浩辰，黄金一百秒属于你，计时
开始。黄金一百秒，下一位挑战者，你在哪里？我喜强中，闻喜有风骨。掌声有请大哥黄贤友。哎呦，黄大哥，大哥好，大哥好，看看去帅多了，是他还是我？你们兄弟都是这样。你这衣服也是自己做的？制作定做的，自己定做的。对，窗帘布，遮光布。啊，窗帘做的。对的对的。哦，真是窗帘那遮光布。但你看他的这个打扮，你看哦，戒指、霹雳手套，这个嘉宾这装束你应该挺熟悉吧？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吧，也追踪一种时尚生活。那么如果是杨芳戴上这个头巾，我跟你们做两个 pass， 肯定更帅。来来吧，来。我有时候特别钦佩杨帆的勇气啊。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儿大。来，跟着大哥学一下帅哥的姿势。大哥，您在退休之前从事的职业是？搞卫生管理监督的。哦，是一位公务员。对，刚刚退休。已经一年了。您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就是想证明魅力跟年龄没有关系。对，特别是我们那种退休的人，一定要保持一颗永远年轻的心。真是看不出来61岁啊。哎呀。哎呦，大哥准备好了吗？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准备好了。来，请说出我们节目的口号。是金醉，终回法国，加油！请登上黄金舞台。黄金一百秒属于您，计时开始。
像一把火，燃烧了整座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座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俊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第一个环节全部结束，我们掌声再次请出第一轮胜出的佼佼者，掌声有请。根据我们的规则，只有在第一环节观众支持率前三名的选手才能够晋级下一轮的再战一百秒，他们分别是第三名米兰、殷小维，恭喜二位。第二名王真，哇，祝贺肉饼妹。第一名李亚男，哦，恭喜我们美丽的警花李亚男。我们要特别感谢李瑞，感谢北舞得意，谢谢你们第一轮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也有请进入再战一百秒的各位选手到台下稍事休息，谢谢。来，有请我们第一位挑战观众。我想超越这平凡的人生，注定现在暂时飘过，发出你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真是不鸣则已啊，谢谢我们现场热心的观众，马上进入我们的再战一百秒，首先有请米兰、殷小维，掌声有请。You gotta know，hey，我是冠军。
谢谢，谢谢两位，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李亚男，有请。谢谢李亚男，最后掌声有请王真，掌声有请。另外两位选手，掌声有请。再战一百秒全部结束，谁能够带上这枚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提供的纯金奖牌呢？请记住他们各自的编号：一号米兰殷小维，二号李亚男，三号王真。现场观众，请投票，请投票。这里是由9999黄金专家孟君元独家冠名的黄金一百秒，投票结束。
谁能带上这枚奖牌？杨凡，做出你的心中之选，并且站在他身边。无论今天我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我都赢了。哦，因为成功我可以陪伴他一起欢庆，失败我至少可以和一位美女一起掉下去。节目进行到最后，我要站在他身边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我认为喜欢艺术、追求艺术梦想，他可以快乐自己，感染别人，最能够感染到每一位观众，包括我自己的，我认为应该是王真肉饼妹儿。我要做肉饼给你吃。王真不激动啊，接受他的祝福，但他说了不算。我们将宣布观众的投票结果，第三名。米兰、殷小维，谢谢你的参与。能带上这枚奖牌的选手，他的名字叫王真。